跟小石头试一试啊，兄弟们！我想跟小石头试一试，小鲁该忌奶了。我今天我本身白天就应该给小石头把这衣服给他穿上，知道吧？白天就应该把这衣服给他穿上了。啊，石头穿上衣服之后呢，看看啊，把腿也塞进去，小狗他们就吃不着那个奶了。啊，四哥你坐着，四哥来，你看啊，四哥你坐着，四哥不动，四哥啊，让四在后面当背景墙，兄弟们啊，老四不能睡觉，四哥啊，老四坐起来，感谢小石量身定做一件啊，这是量身定做的啊，这件衣服穿上之后呢，小狗就吃不着奶了，兄弟们，小狗就吃不着奶了。好，前腿先放进去，先把前腿放进来啊，我就可以把小狗放出来了，兄弟们啊，看看好，这是这个衣服是给我家石榴啊，长那个给咱家石榴那个剃奶用的啊，长吃不着了吗？吃吧，来。给你们机会啊，这就断奶，这就断奶了，要不不行，要不总喝不行，那小石头喝瘦了个屁的了。